为抓捕三个悍匪，出动武警和公安超过10000人，最终结果如何？不得不说，主犯梁顺的生平相当的坎坷离奇。此人1960年生于湖南湘潭，其父母都是湘潭钢铁厂的工人，福利待遇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虽然称不上是大富大贵，但双职工家庭是非常多人艳羡的对象。然而实际情况是，杨家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困顿，甚至处于揭不开锅的状态。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家生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养育非常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多久，杨良顺的父亲又染上了极为严重的疾病，整日卧床不起，根本无法工作，这使得杨家的家庭条件进一步恶化，过得相当的困苦。好在唯一让父母感到欣慰的是，杨良顺自己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不错的出路。还没成年，杨良顺就已经因为表现非常良好而被推荐到了部队。在部队中，杨良顺一直隐藏起来的天赋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无论是机枪、冲锋枪、步枪亦或是狙击枪，杨良顺几乎都是一学就会，并且打得还非常的准。他曾经一举夺得部队内举办的全军大比武的射击比赛第2名，一时间成为年轻一代的风云人物。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杨良顺跟随部队开拔前线，凭借着过硬的战斗技能屡建奇功，被授予了3等功，后又接连授予了2次3等功，3次3等功在身，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的前途是无比光明的。然而从战场上归来的杨良顺拒绝了进入军校继续深造以获得更好的提升空间的机会，他选择撑起早已经摇摇欲坠的家庭，工作赚钱给弟弟妹妹上学，照顾年迈而又虚弱的老父亲。杨良顺相当顺利的就接过了父亲曾在工厂中担任的岗位，并且工作得非常出色，没过多久便被连续多年评为优秀个人。按照常规逻辑来看，接下来的他就会慢慢转到技术岗、管理岗，这条路也是被走通了。然而无论是军队亦或是后来的钢铁厂，明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杨良顺却始终未能坚持到底。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烂泥扶不上墙、行为荒谬至极的弟弟。杨良顺的弟弟杨卫兵与他这个当哥哥的截然相反，从小就偷鸡摸狗、顽劣至极，长大了更是不务正业、浑水摸鱼，别说是好好工作了，每天就集结一帮酒肉朋友花天酒地、赌博作乐，后来因为偷盗工厂里的物资被扫地出门。杨卫兵自此成为了一名在道上无所事事，只能靠着拳头给人卖命、勉强混口饭吃的混混打手。如果这样也就算了，他居然还将亲哥哥拉下了水。杨卫兵虽然喜欢惹事，然而打起架来往往是吃亏的那一方，每到这个时候，杨良顺就会站出来无底线的偏袒自己的弟弟，逐渐将杨良顺也给引到了歪门邪路上。这是2000年浙江武警与歹徒枪战时的真实影像。为抓捕这3人，警方出动超过10000人，可以说场面之大前所未有。当时主犯杨良顺因为创业亏损，于是和兄弟就开始了持续性的偷鸡摸狗，成为了当地最臭名昭著的黑社会之一。1998年，杨卫兵试图偷窃一辆摩托车被发现，而后就被摔在地上一顿暴打。情急之下，杨良顺居然直接抄起了一把刀，疯狂地砍对方，直接将受害者当场砍死。作案后，兄弟二人都意识到了背着命案的严重性，当即畏罪潜逃到了广西。没想到此时的杨卫兵还不打算收手，反而觉得事已至此，不如破罐子破摔，拿着犯罪所得在非法渠道中购买了3支手枪以及大量的子弹，两兄弟就此成为极度危险的持枪悍匪。不到2年的时间，两兄�弟就犯下了打劫勒索罪数10起，甚至期间还进行过袭警行为，可谓是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2000年，杨家兄弟再次杀人，将2名混混一人当街砍死，满地血泊，血肉模糊，另一人被当场爆头，闹得当地人心惶惶，百姓惊恐不已，让警方彻底注意上了这2名悍匪。同年，这2个人还接到了某个做生意的老板的一个肮脏的生意，那就是前往宁波将目标杀掉，拿回价值120万的货物。事成之后，兄弟2人能拿到60万，这笔钱让杨良顺、杨卫兵彻底疯狂，他们毫不犹豫地就以杀手身份接下了这项任务，随后便又拉上了一个名叫林某的同伙，踏上了前往宁波的路途。后来的事情前面也提到过了，早已注意到这帮无法无天的极度高危悍匪的警方布下了天罗地网，出动了大量警力进行围剿。因为杨良顺曾是老兵，因此反侦察意识非常浓厚，就算36列火车附近地区的村庄都被净空，他仍然是侥幸暂时逃脱。此时的杨良顺实际上知道这一次根本不可能跑得掉了，
于是提出自己断后，让弟弟杨卫兵先跑。没想到争执过程中倒是林某先脚底抹油开溜了。没办法，兄弟二人只能逃窜到深山老林中，妄图继续与武警部队周旋，甚至是枪战。要知道当时省厅长、武警第一政委都已经亲自挂帅，率领武警部队、公安力量超过10000人进行任务，整片地区都已经被团团包围了。在抢劫当地村民交通工具途中被武警发现后，为了掩护弟弟杨卫兵先跑，杨良顺妄图留下来开枪抵抗，被武警部队直接爆头，当场死亡，杨卫兵不知所踪。第二天的凌晨，武警部队在一家民房中发现了躲藏的杨卫兵，对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还胆敢向武警开枪，结果被狙击手一枪爆头，自此杨家兄弟两人全部死亡，隔日同伙林某也被抓获。自此这场2000年震惊全国的悍匪大案落下了帷幕。